一个烦恼今年吃多的菜多少？喝咖啡就是喝咖啡，来喝咖的古厝喝咖啡。我要爱可以喝到，可以喝到。是啥物人允准你伫遮开店的？当然是我的厝头家啊。我就是这间厝的厝头家。我等着你倒返来。恁国宝有哪个电工要将这栋古厝来落去？我就无拿铁。阮今仔卖好咖啡，无拿铁。咖啡店哪会当无拿铁？阮无卖拿铁啦。你是头家要找麻烦的是吗？你这是专工在挑人的嘞。你今仔无钱对不？你就来替我变扫。搞上扎针，吐司夹蛋，蛋无分手，任拿铁不加糖。我无爱食糯米蛋。这是人情味啦。经过这段时间，我感觉对你较了解啊。你感觉咱敢搁会当继续落去？来这住无外久，你就讲有感情啊？我嘛来住看卖，看大场埕到底是啥物原因让你改变这么济？啥物咧身份地位，迄拢嘛是假，真相爱，但是真诶。感觉伊人情况已经尽力了。这半个顶关。对什么菜无重要，重要的是当甲大家感情拢黏黏做伙。